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维珍会客室。呃，我们今天的呃来宾是世界华富中心的后任总干事董家华牧师。呃，董牧师，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好。诶、哎，大家好。呃，维珍会客室在前面几集，我们都是请音乐敬拜的主领来跟我们谈。我们很深刻的发现，就是教会牧长。 需要重视哈，才能够整体的哈或整整全更好的去改进当今的呃教会音乐敬拜哈那种素质或品质，去更新或提升信徒的灵性跟啊、呃、使命感哈。所以董牧师是我们邀请来的第一位牧者，这样子，第一位非音乐人。<laughs> <laughs> 对,对，呃，不过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很享受跟喜欢音乐敬拜的牧者，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过去的啊、呃、信仰背景跟你的呃音乐敬拜的一些背景跟经验这样子。好，我我其实有听之前几集哈，然后我想到要被访谈的时候很紧张，因为我幼稚园大班的时候被我妈妈送去学钢琴。 然后学了半年之后，我妈妈就毅然决然地停了，因为她觉得不值得再投资了，啊，可能就没有看到我有音乐的天赋。那一直到现在，我后来很努力的，还问我妹妹可不可以教我看五线谱，一直到现在我看不懂五线谱。那我要这个唱诗歌的时候，我都是要背那个旋律的。所以呃，我要先澄清哦，就是我很喜欢音乐，但是我其实。 音乐的素养其实一点都不高，呃，你太客气，你太客气了。是，那我从小在呃，我第一个有印象的教会是台南的一个小教会，是一个路德会。那后来我们家搬到台北之后，就在国语礼拜堂系统待了几年。后来到了美国，呃，有两年的时间小学，那个时候是在呃美国德州美南进信会，那都是唱比较古典传统的诗歌。那后之后。 搬回台湾之后，就一直待在石牌信友堂，也就是我后来青青少年啊、大学，我都在石牌信友堂度过的。所以，大概这是我大学以前我的教会经历。是，那你在这些教会，其实都唱一些什么样的诗歌？哈，因为你我知道你还你还是很年轻，可是你在听你这些背景，应该都是唱比较传统盛世的，是不是？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不同的诗歌的经验？嗯 呃，儿童主日学唱的就是一些儿童诗歌嘛。那我也太不太记得是什么，但是我开始有印象是，呃，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美国德州的一个进行会开始参加成人的主日崇拜。那呃，我们唱的应该都是四行诗歌为主，就是比较古老的 hymn。 那回到石牌信友堂之后，来回到台湾，在石牌信友堂，我们的诗歌本一直到现在仍旧是万民颂扬，已经绝版了，买不到了。是、哦、是，是但是我们每个主日还在唱万民颂扬。所以你们现在你们教会还在唱万民颂扬吗？诶、欸，对，两年前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唱万民颂扬。哇，多么多么古典啊，多么<對>多么传统啊！<laughs> 有些字要上注音，我们才读得懂。 <laughs> 是，那会不会有年轻人觉得说，哦，我们可不可以唱一些现代诗歌啊？为什么主日一定要唱这些诗本诗歌？呃，一定有啊，呃，其实我自己也算是其中一个了，就是说看到外面颂扬的时候，就会觉得说，<Okay. S 3> 呃，是不是我们可以至少唱一些呃比较接近现代中文的诗歌啊？不，不见得是四行诗歌不好，<laughs> 但是有一些词，其实我们。 呃，这一代的人已经不太懂它是什么意思了，啊、呃，或者是那个信息的密度含量非常的高，呃，它本来是好的，但是高到一个地步，我们光是要跟上那个节奏，跟读出那个字，唱出那个字，我们都大脑没有时间去去 process 它里面的意义，所以的确，我觉得像我在石牌新友堂，我们有分两堂崇拜，一堂在周六晚上，一堂在周日早上。 那周日早上就是用万民颂扬，那周六晚上我们就是敬拜赞美。嗯哼，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是牧师哈，就是说有人会觉得我们一定要我们用现代的音乐敬拜赞美的音乐是为了吸引年轻人哈？那就一个牧师来看，就是说礼拜六这样子的音乐敬拜真的有吸引到你想要吸引的族群吗？ 呃，我可能反过来丢回来。我觉得敬拜是用我们有限的语言来敬拜那位我们语言无法完全表达的上帝。嗯、<哼>所以对某一些人来讲，传<是>统诗歌是他们的音乐语言，他们用那样的诗歌。<是>像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我的父亲他非常的爱萬名《万民颂扬》嗯。 那我也非常的 appreciate 那一辈的人，他们在唱圣诗的时候，他们的那种端庄敬虔，他们那种讲求要分布，然后觉得要把最好的声音、最好的音乐献给上帝的那种心，是是。是那但同样的，我觉得呃，今天用另外一种音乐形式表达，可能也是有另外一代的人或者另外一类的人，他们的呃音乐的风格，他们习惯的音乐语言。 可能是比较，他们从小就是听乐团长大的，他们从小就是听，呃，流行音乐长大的，所以这也许是他们的音乐语言，而他们用他们觉得最好的，他们音乐语言里面最好的东西来献给上帝。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呃，比较不是优劣之分，而是我们从我们的语言，嗯嗯呃，不论是口语还是音乐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敬拜。 是，所以是我完全同意，就是说，其实不同的世代或者不同的背景，的确会让呃每一个人觉得我，我我已经觉得我在用我最好的献给神了，这样子哈。那我想问你的就是，呃，从你是一个平信徒哈，你刚刚讲的，<對>到你经过神学院训练 <Okay. S 1> 哈，到你今天成为牧师、嗯、哈。 你对整个哈，就是教会的敬拜哈，教会的敬拜其实整体不是只有音乐敬拜的部分啦，这样子哈。那你有什么观念的转变哈？特别是经过神宣训练之后，到你今天自己这样目会、嗯呃。我觉得我从小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长大哈，所以其实我也蛮喜欢圣诗的。大概是在高中开始接触，那时候敬拜美之泉刚出来，开始。 接触赞美之泉的音乐，也觉得这样的音乐可以朗朗上口，然后我觉得蛮蛮好的，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创作，越来越多的新诗歌，啊、呃，其实到后来自己牧养的人也开始写自己的诗歌，是那呃，嗯、到一个地步，有时候、哦、坦白讲会捏一把冷汗，因为有些诗歌唱起来真的、嗯、呃不太知道在表达什么啊，<是>或者有有些诗歌<是>呃。 看歌词的时候会，会会蛮担心他要表达背后的神学，呃，是不是我们一种对上帝过度片面，嗯、甚至有点扭曲的看法？所以我要讲的并不是说敬拜赞美的音乐都是这样，而是当大量创作之后，呃，的确有呃不同的呃不不不一样品质的诗歌被创作创作出来。那我觉得在读神学以前。 我比较就是啊，可以可以唱就好了，反正你在敬拜上帝嘛。可是读完神学之后，我觉得其中一个是，如果呃对歌词，如果说呃我们能够更谨慎的去，不要讲谨慎，讲谨慎好像大家都不敢创作了。但是或许创作完之后，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机制让，让呃一些我们的歌词所表达的，能够更贴近我们信仰的本质。 呃，神学上更呃符合正统的神学，嗯、<哼>我觉得会会很美。嗯、<哼>那呃，我我自己就觉得说，有在唱一些敬拜赞美诗歌，我很喜欢它的旋律。可是有些歌我会刻意的把一些歌词改掉，嗯、<哼>特别是如果我要带的话，哦、我可能会先说明说这首歌的原作是这样子。<对>但我们等一下在唱的时候，这里的字我们可不可以？我们我们也会改掉，那原因是什么？我会稍微做个说明。对。 d a 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去你们教会讲到，然后他们还在练诗的时候，我就是直接跟他们说：“嗯、对不起，那个那个歌词可能有问题，你们会会改一下这个词。” <laughs> 后来他们也真的是，我觉得很不错哈。这些童工就当场愿意改哈。嗯、那其实你刚刚在用<的>你你用谨慎这个这个字来讲哈，就是你说啊，会不会有些人就不好意思创作这样讲？嗯 我倒我我觉得一件事是我们双方都要来学习平衡哈，像你我这种受过神学训练的人，<是>我们很我们会很快的，因为一首歌进来我就马上会想说是在唱什么哈，这个歌词是什么神学<对>要表达什么？因为我们是叫做受过训练的，所以我在做维珍的时候，我其实一直要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讲的就是，你不要担心，我并没有要 judge 你，嗯嗯嗯可是我希望所有专业的人哈，就是说今天啊。呃 写诗、啊、歌的人，或带领敬拜或牧长们，你们可能需要过滤这个部分。其实需要严谨的是我们这些牧长们啊，这些带领的同工。你去叫弟兄姐妹，他哪懂啊？对不对？他刚信主，他哪一首歌，他就唱的很感动啦，对不对？哈，所以我从来都不会去说弟兄姐妹，我我我们要带领这个部分，不是要让弟兄姐妹觉得很紧张。可是同样的，嗯、我们可能也会鼓励，因为你刚刚讲你在神学的學 训练之后，所以我会希望说，嗯、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如果你要做诗歌创作，可能还是应该要有一点点神学的好的基础跟背景，嗯嗯、这个才比较好一点哈。这个应该是我们有共识的这样对，当然，<哈>当然。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呃，在接受神学训练之后的体会，就是一般我觉得这可能是跟语言的表达瓶颈有关了。一般我们讲到，<是>特别在今天教会讲到敬拜，想到的就是音乐。 啊、但是，当如果我们去看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就看到，呃，人对上帝的敬拜是很全面的，不只是一是啊，不只是某一种感官，而是很全面的。嗯、那我觉得，特别是当我读到 Robert Webbers 啊、呃、这位神学老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崇拜》，嗯、然后啊、嗯呃、副标题是“历久常新”的时候，是是、啊、里面提到了整个教会两千年敬拜的历史，我觉得很美。 我,我觉得，当我们有一个历史的纵轴来看，嗯、<哼>我们今天的敬拜其实不是两千年以来都这样的。啊是啊，过去的经验可以丰富我们今天的限制，而我们今天的表达也可以丰富过去的传统。 那啊、哦，谢谢你的这个回应，真的很棒。是，是请说。呃，比如说，Webber 就讲到说，初代教会的敬拜主题其实是上帝的故事，嗯、<哼>所以为什么圣餐是敬拜的中心？嗯、<哼>因为早期的教会并不是大家都识字的，并并并不能够翻开每个人一本圣经翻开来，嗯、<哼>然后就可以读出来的。嗯、<哼>所以是透过圣餐一个具体可看见的呃形式。 来表达上帝的话，来传讲上帝带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捆绑的这个故事。那到了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加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啊、呃，开始渐渐的转向比较从理性、智性来认识上帝，转向个人的悔改，那强调说，哎，我们自己需要警醒。 那到了浪漫主义，嗯、<哼>就是对启蒙运动的一个回应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会更强调一种呃规信的经验，一种主观的体验。而到了二十世纪，我们看到今天很多啊、呃、教会，上个世纪了，可能是以慕道友为导向的崇拜，可能是想要去纠正的是教会的语言跟世界的语言已经没办法沟通了。可是到了二十一世纪，我觉得我们是时候可以重新有个反省，我们可以从过去学到什么。 <noise> 我们今天又可以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面来丰富我们的传统？ 是，David，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找你来当这个后任总干事啊。这个穆斯连，这个 Robert Weber 这一本都读了哈。你实在是一个太爱读书的人了哈。这样，可是这是好棒啊，因为呃，事实上是我们真的觉得就是说可以创新，可以有时代的更新哈。嗯、可是有些东西在传统的基石上面、基础上面，我们在前面几集也都谈到了这个部分，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创新，呃，我们可以更新。 我们新的东西、新的诉说，哈，包括啊、呃，现在比较多的诗歌，可能是一种从自我的发出的。可是我们也不要都去怪他们不好啊，因为他现在年轻人的环境里面，他可能很需要哈、啊、那种被认同的、哈、啊、被知道的、被听见的哈、啊。虽然我。 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承认我真的是超级有点受不了了。我想说，这些人到底在敬拜神，还在讲自己？<laughs> 呃，可是我开始去接纳，我我真的也在学习的过程。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进入这种学习的过程，嗯、不要去不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啊、呃、某些不同的东西哈。嗯、那我慢慢去了解说，说哦，原来年轻人是这样子在想的，呃，这样子的东西。可是你刚刚提的也是我们最近在谈的时候一直在看哈，就是。 这些敬拜的啊、呃、历史的发展里面，哪些轨迹，哪些根基，嗯、到今天我们可以真的是重新再检验一次哈、嗯，可以有更好的东西哈<是>。那身为牧师，我最想问你的，还有就是，你最希望啊、呃，你希望你在带领敬拜上，甚至于你今天做一个。 华府，你将来在带领整个我们华人在基督教界哈，虽然我知道你会觉得这样太重大责任，<laughs> 但是你身为一个牧者，又是希望可以带领华人教会一起思考，那如何让整个教会的敬拜哈可以更多哈帮助弟兄姐妹在信仰上去实践啊，去真的做出像你所谓的使命门徒这个部分。嗯嗯，我觉得敬拜它其实。 呃、嗯，一个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另外一个我们敬拜的方式也是一个塑造我们生命的过程、嗯、（formation）。那比如说神学家，呃、嗯，这个，嗯，他一下叫不出他的名字啊，写那本叫、嗯<哼>呃《欲望的门训》的作者 Smith 啊、哦，他就提到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他<是>就在塑造我们生命的渴望。 那么，我们今天教会的敬拜生活，我们其实也是需要明白，我们怎么敬拜。嗯<呵>，其实他也在塑造我们是怎么样的渴望。那我觉得，呃，作为一个牧者，嗯、我虽然刚刚提到我看不懂五线谱，是但是我觉得敬拜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呃！而且我常常，嗯、我们教会虽然有周六敬拜在美，周日是传统崇拜，啊、呃，我常常在周日的传统崇拜当中。嗯嗯 很深很深的被感动，uh、huh, 是。而很多时候是透过诗班现实。那我觉得我们教会的诗班，我、呃、很真的很宝贵，是，呃，有一位呃很谦和，uh huh. 但是又有音乐底蕴素养的童工在带领。那诗班在现实的时候，uh huh. 很多时候我在那个时候会会被深深的触动。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常被触动是以前我从小长大的时候，我觉得崇拜里面最无聊的一件事就是守圣餐。小时候。 呃，一看到周报唱今天有首圣餐，坦白讲，我第一个反应是,是糟糕，今天午餐会延后啊、呃，因为通常我们教会讲到不会因为圣餐而、oh, okay. 对对对,对、哦、然后圣餐发的时候还要祷告啊，嗯、对不对？这个杯温杯祷告、啊啊、饼要注谢啊，啊然后这个、啊、然后又要分饼，对，还要彼此等候，我都觉得哇，每每次每次都觉得快，可不可以快点？可不可以快点？可不可以快一点？可可是，在我呃去。 去读到呃过去两千年教会历史传统的时候，嗯、<哼>我就发现圣餐好美，是是，是只是被我们今天守的好无聊，嗯、<哼>那个那那个美都不见了。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呃，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现在每次有机会在呃崇拜里面带领圣餐的时候，啊、嗯<哼>呃，其实圣餐有很多很丰富的含义可以讲。嗯、<哼>那我每次都会选一个不同的面向来跟弟兄姐妹。 去分享圣餐的意义，然后透过有形的圣餐，那我们可以去呃去深思救恩对我们的意义。嗯、<哼>我举个例子啊、哦，比如说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嗯、<哼>呃老老老姐妹刚过世，那次在守圣餐的时候，我就看到她的家人坐在下面，嗯、<哼>我那时候就有个很深的感触是，是我们今天在守这个圣餐，就是有一天我们要跟那位过世的啊、嗯<哼>呃、老姐妹。 要在主的家里面<的>再一次在基督的盛宴里面一起享受，所以那一次守圣餐的时候，我的、呃、焦点就放在那个再来基督盛宴的盼望，嗯、以及我们与在基督里所爱的人、嗯、睡了的人再次相聚的盼望。我觉得我自己在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也想到我生命中一些我敬重的长辈所爱的亲人过世了，那、嗯、那样的盼望。所以我觉得圣餐的面向太丰富了，不是只有啊。呃 要醒他自己的罪，吃喝的时候要要醒他自己的罪，很重要，醒他自己的罪。可是圣餐太丰富了，绝对不只是如此。是，我觉得讲的非常好哈，因为呃，敬拜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圣礼的部分，可是圣礼里面其实是带领我们跟神、基督的连接的部分非常的重要哈。那今天的教会里面。 真的呃，我们不能怪现代敬拜赞美了哈，这样子。我完全了解现代敬拜赞美的背景。我自己呃，在呃芝加哥最后几年，我都在 w i d l o w Creek Church 聚会，所、so, 以啊，我完全了解他们的一些、嗯、啊方呃一些为什么这样子做。可是圣礼其实这个部分是很重要，嗯、我们不能去怪说，因为现在敬拜赞美把圣礼都浓缩了或者都去掉了、嗯、哈，这样子。那但是我的确同意您，你刚刚讲的就是圣礼里面那些带领、嗯。 弟兄姐妹去理解圣理的意义的，哈，甚至于带领他们去思想的，可以更丰富、更活泼，这样子哈，嗯、是，真的非常谢谢，呃，董牧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是>我们很需要这样的牧种，<是>我一定会把你的声音大大的播出。那最后可以想，请问你就是，呃，你。 你想呃，在呃做世界华服中心和、啊、后任总干事哈、啊，那你会建议当代的门徒哈、啊，可以有怎么样子就个人敬拜好了哈、啊，个人的敬拜生活呃、啊，其实我有听你跟谢院长那一集哈、啊，他讲到一件事，就是说你你讲了一句话，你说呃，其实现在我们都在线上敬拜，或许也活动就不必太多了哈、啊。可是怎么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你自己可以在。 啊，家中跟家人就一起有美好的敬拜生活，嗯、然后怎么样子可以仍旧在家里能够有更好的这种门徒的使命的概念、嗯、啊？你可不可以简单最后一点总结？好，嗯、呃，我想<是>蔡老师也知道，我们最近在做一个 podcast 叫《使命门徒》，<是>那其实我们试着想要谈的，就是作为一个门徒，我们所跟随的是那位。 呃，带着使命<是>拯救这世界 m i s i o Day 的上帝宣教了上帝，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绝对不是一个静态或一次性的决定，嗯、而是一生之久的回应。那我觉得，如果 translate 到敬拜来讲的话，<对>就是我们的敬拜，它绝对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是它其实是一种呃生活的方式。<对>那呃，它可以发生在很多的地方啊、呃。我们过去可以有实体见面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很美很棒。对对对对对如果今天能够恢复实体，<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实体的聚集。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嗯、我觉得就好像进食祷告一样，好，你在短暂的进食当中，<是>你感到那种对食物的渴望，其实那个渴望提醒你，嗯、<哼>我们对上帝岂不应该更是这样渴望吗？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北美大家好像都被软禁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敬拜生活或许不是要去否定我们实体敬拜的重要。嗯 而正是看到，原来我们过去都没有太珍惜实体经拜，而在而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真实的去想到对方。其实很多时候，呃，今天很多线上的聚集啊、<是>会议啊，坦白讲，大家都已经麻麻木了。可是，呃，去年圣诞节，我就突然就想到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就视讯打给他，问他好不好的时候，<是>哇，他的我觉得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他跟我说，他已经嗯嗯。 好几个月都闷在家里了，都没有跟人有真实的见面了。会不会这个时候或许没有办法真实的见面？但是透过一个真实的 phone call 或者一个、嗯、<哼>一个一个呃，透过网络的视讯，嗯、<哼>我们可以真实的关怀彼此，为彼此祷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敬拜生活，就是彼此相爱的操练跟实践。那另外一个就是啊，诗歌、嗯<哼>呃、敬拜跟祷告。我觉得诗歌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 呃，在最关键的时刻，心中在想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首诗歌。那呃，甚至很多人他失忆了，嗯、但是最后忘记的部分却是诗歌、音乐。<对>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透过。 在我们没办法实体聚集，但是我们透过唱以前实体聚集唱的诗歌，嗯、想到那些弟兄姐妹，我们一方面敬拜上帝，嗯、一方面也为着我们所想念的弟兄姐妹代祷。<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渴望的塑造。那呃，或许当疫情过后，我们更珍惜实体，我们也更珍惜我们的邻舍教会，就能活出我们真正的使命。阿妹、啊，我先告诉你哈，我从呃。 我们被封封，我们就这样子 lock down 哈，这样待在家里。我完全我的祷告就是，我一直在思考，上帝为什么让这件事发生，要我们思考什么？那我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太不珍惜了？我们是不是没有去珍惜我们可以这样敬拜神？结果我们现在只能这样敬拜。虽然现在好、哦、像上线很方便哈，可是神应该是我们。 去珍惜一些东西，所以我真的非常同意认同你刚刚说的。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我自己更安静，更多时间去享受，不管是我自己或跟啊、呃、家人的一些敬拜哈。那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推动。我常常想哈，就是其实你也认同的，我们都知道，就是宣教不是那个终极敬拜是终极啊。我常常觉得，其实每一个弟兄姐妹，他如果任何时候他自己可以敬拜神，他可以祷告神，对不对？当你把那个圣 礼的意义带给他之后，他自己其实真的是可慕那个在天上的东西哈，这样子。OK，非常谢谢董牧师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啊、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拜拜，谢谢蔡老师，拜拜，拜拜。